各位师兄师姐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。就是昨天的，就是前个星期，刚刚有，就是跟一位朋友联系到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，就是在目前到这个水灾地方了。可是看见他们这些灾民还是这么惨，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可以自己直接的把东西拿到那个地方呢，就更好。那我这个朋友他是在红四是吗？他在那边工作的，他就说好啊，那我们就去。我说那怎么去呢？就昨天跟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大车，就是工厂里面用的大车，我们自己就买东西呀、啊，然后就可是买东西到了那个地方，俺通他说是有一个寺院了、啊，现在已经给水真的很久时间了，里面还有一些孤儿，所以呢，我们买这些东西进去呢，我们去不到那里，所以还要联系里面就是俺通那些工作人员，或者是让那些人来接这些东西，你这些东西给他们分发的，所以就。我看现在因为在联系这些工作人员呢、啊，或者是这个年这个月底20多号或者是30号，我们就要去。那刚刚听到梅英师姐在讲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或者要就是发心来做的话，也很非常就是看大家来结这个缘，阿弥陀佛。